Hello，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兰帕达提加四可，它是台经典跑车哦。哇，它这个还蛮像青蛙的，青蛙，所以我等下改个绿色好了。中间的引擎吗？等下把盖子拿掉看看。哇。据说他的 GTA 所有跑车啊，都有参考真正的车子去做的，他并不是无中生有哦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来改。护具的话，改到满是50000块，刹车35000，赛车级的，引擎的话是33500。哦。听到。那车灯部分我改三系车灯，你用套件，这个就给它改绿色，真的给它变青蛙就对了。喷漆的部分我给它绿色，哦，中间那个可以可以换呢。所以这个就真的像嘴巴，有没有？啊，开玩笑的。好，哦，赞哦，青蛙绿。那副色调的经典色，给它个红色，给它涂个口红。最近流行红色，这种超亮红色。呀，其实还蛮丑的，换个颜色好了。那它如果副色调换黄色的话，只有前面而已。那这样子真的不太搭耶。嗯，这个怎么改都觉得很怪。那它如果用跟它原本的绿色呢？就一体成型的样子，哎，这样还比较 好一点。好，炫调系统4400，变速箱40000块，涡轮50000块，没了，其他就自己改咯。棒啊！他连开车的声音都很帅。哦，看一下仪表板。哇，不知道是不是改了赛车级的那个。所以它的仪表板都是赛车级的。看不到前面啦，不要挡路，哦，差一点呢。啊，糟糕。打滑打滑。哦。车，好了，开回家喽。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